好，打开《华严经》第一卷第一句话。也就是四种妙音品啊，第一之一啊，开头如是我闻啊，这第一句话。下一次在诵经以后，每一堂课都有将近1个小时，今天拖的时间太多了啊，执事员连看时间的人都没有，相当要看好时间，不管在做什么事情，你一定要集中告诉大家时间到了。所以每一次在诵经完的下一堂课，都会有1小时的随机的，就是随文的一个开示啊，一个在文字上的跟大家稍微做一些剖析。所以每一次啊，子仁可能早一句两句正在诵经的时候啊，我看到的重点啊提出来跟大家做解释。所以将来要是大家有这个因缘，能够慢慢多诵几部的话，可能也能够把这一部大华严呢。都能够讲完啊！今天既然是第一次在外面的第一部，那理当我们应该要在经文上做解释，因为经文的解释啊，那可能所涉的一些道理太深啊。所以师父先挑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摩诘提国、阿难若法、菩提场中、始成正觉这一句话，作为今天啊开经开卷的第一句啊，为大家解释的这个题目啊。如是我闻在哪里中闻？如是我闻当然就是在大方广佛华严中闻，那叫如是。谁闻？一个行者的发心赤诚的愿力中闻。所以这个心中都是讲这个佛性，但要行者若是发了那一面赤诚恳切的学习心，他自然心中能起成闻性。若是能向学的心尚且没有自己为自己从愿力之中建立，那当然心里面也不能够传达任何的道理。这个心中自然暧昧，觉性既然佛法都是讲的大觉的心体，觉性不是那么多那么感觉的那么遥远那么的抽象，觉性也就是在不断的为一切众生一切行者剖析。你要知道当前你所用的那一念心，若是你用的那念心真要用时叫赤诚心。为什么叫赤诚心？因为你真的要用它，所以叫真要用时，那叫赤诚心。那个赤诚心显现处，它自然就在你心底之中，为你成其所作，为你转成法轮，那个就叫做觉性，那个就是佛性，佛性就是如此。所以仔细思维，那一念觉性，它可以随你现前的发心，你只要在任何的因缘底下。发的那种心中的好药，心里面的好学，它在你那个当前的因缘里面，它都会为你转成内心里面的听闻啦，或者是思维啦，或者是行为啦，它能够转动一切行者应该有的一切闻思修，所有的一切的作用在其间。当你能够体会如是时，你就知道这一念决心。它一定不是现前所学的种种因缘，我不过只是用现在所学的种种的方向一个科目，只是启发我那个决心之中，它必定能够在一切所学当下，它能够起成种种觉照，起成种种转轮作用的一个名目而已。所以假借种种的科目，虽然它在学习心中，它都能够为你成就一切决心的作用，一个崛起的作用。但是就在这个崛起的作用上面，你能够仔细能够体会到那一念心，它是超越一切现在你以为的所学。所以你只是在一切现前的以为的所学上面，你能发现那一念心处处都能够为你现在的因缘成就学问故。你只要用到它，你只要发了赤诚恳切，那个心中的作用就是如此。所以它是超越一切法的，所以它是含量一切法的。你只要用到如实的赤诚心，它就自然为你沉在你心底之中，为你如实的成就。凡夫心中啊，以为说我不发赤诚心就没有成就，那不是跟觉违背吗？既然说都是觉，那觉应该处处都在，没有一刹那，或者是
或是有任何的 一些间断。那为什么我们在凡夫行中若是不发起真心，那绝对不是间断了。在众生的业感上面，你不发赤诚心是业相，可是在觉心的作用上，它还是什么？你堕在不发赤诚心上面的所有的一切业力的刚强，也是另外一种心中执着的赤诚的假象。觉心就在你这个念语之间，不发如实心中，它也会为你如实的现前不发心的种种因缘果报。所以觉心从来没有一秒钟的停歇，也没有一秒钟它停止为你成就一切。你众生堕在凡情的业感之中，你仔细思维，觉心也是因为你堕在如是气氛上的执着。过去我们在善法中叫赤诚，现在你堕在恶法之中，那就是执着。就在这个执着上，觉心不就是为你如实呈现你因你所执着的一切业感种种的变化吗？所以你慢慢能够体会，原来这一念决心平常你都在用它，它随时都在为你起程转轮呢，转成法轮。所以一个人若是真正懂得这一念心时，他是最初体会到那一念心的，他超越一切法中的不可思议。为什么超越一切法？因为他现尽一切法故，因为他现尽一切法，所以你就不能拿一法来量它，来衡量它。因为你不能拿一法来衡量它，它就叫超越一切法。因为讲到超越处，就是表示它能够承担一切处。假如它不能够现前承担一切处，你说那个超越，那就是妄言，那就是妄语。为什么能够说超越？就是它能够真正担当平等实现。但是因为它能够担当实现故，所以你在心中才不能够妄用一法、一行、一态、一种量来量它，所以叫做超越。所以那个是你当下那个如是我闻之中的第一次体会的那个大方广，那个是觉体真正的大方广。所以仔细思维，过去堕在凡夫的业感之中，也是这一念根本觉心之中超越一切法的作用，随你现在所执着的业缘为你呈现种种不同的业感世界而已。凡夫如果是真正知道，如果是没有这一念觉心，他能够念念之间在你心底深处为你成就，你根本没有世间上的任何感觉，不是感觉自己在感觉的，感觉一定是有个清明的决心为你随缘所见的一切变化里面，它方便立名叫做种种感觉而已。假如没有决心，你哪有种种感觉呢？所以中国人写这个感字，写闲然是心的闲心二字，都是心。不过随缘假借种种因缘呈现而已，就好像镜子现色之时，随缘现出青黄赤白、大小长短种种不同的差别相。但是事实上，镜子现出如是差别相处，就是它在显现镜性的清明处而已嘛。就是因为镜子它有清明，它能够随缘现故，所以你才能够知道它清明嘛。因为就在这个清明上，所以现处你都会感觉到，就会变成种种差别。所以最初的种种差别只不过是它不断的呈现它根本无差的清明而已，可是就在它呈现无差的清明的当下，我们却很容易堕在后面随它变化出的差别之中。所以在后面的变化出的差别的那种幻象，不管是黑是白，是山是水，是大是小，那都是要有镜体为你照明，你才能够什么知道有种种差的。所以在感觉之中也是啊，若是没有一个根本的觉体之中为你现出感觉，你的感觉自己不能生感觉，感觉若是自己生感觉，那是感觉的事与你何关？要是感觉自己生感觉，那感觉就是定法了，再黑就是黑的感觉，再白就是白的感觉，它都在你心中都成定法。那要是定法的话，那你是哪种感觉？你仔细思维，你又不是哪种感觉。假如你是黑就不会知道白，你是白就不会知道黑，你在乐就不会知道不乐。
你站在什么叫做喜呀、啊？你为什么能够随一切因缘变化、喜怒哀乐，一切感觉都闲然能知？所以你就能够体会到那决心的超越。若是没有那个决心，哪有这种感觉的种种觉相而已的现前？所以你当能够，当你在一切业感之中都能够这样子反复思维时，都能够在这样子心底深处如是如是我闻时，你一个凡夫，就算他还没有发起真正的精进，还没有真正在出世法中心境的清净上面证得一点，但他已然知道业力虚妄故。为什么知道？因为他知道在一切业感的身后处，其实那都是觉心所现。当他心中有一点知道是觉心所现的声音，业力的势力已经就不是过去的这么样的刚强。就好像在镜子现色之时，不管他现的色的势力再强，在强的势力里面都知道一切色都是镜子所现。虽然你现在眼睛看的还是镜色的变化的势力的种种牵引，但是你心里已然去认那是镜子而已时，这个业镜色之中的业力，它的幻觉已然在你眼前，不是过去一定被它流转在深沉处的那种业感了。那已经找到一点回头的清净了。什么叫做回头？是看破叫做回头。什么叫看破？不是真有一个法你看破它，放下它，起身对待这种状态之中的看破。因为凡夫中所说的看破是对待相，是真有一个法我看破了，我离开它，是对待相。假使真正是对待相，决心是对待相，要是真有对待，对待是根本不知道对待的。既然不知道对待，你过去怎么样沉沦在对待中的？对待就好像是黑是白，是大是小，是好是坏。你仔细思维，不是好在知坏，不是大在知小。一切世界你感受到的对待，它是不知道对待的，大不知小，小不知大，好不知坏，坏不知好，它根本不知道对待的。能够知道一切对待的那个根本的清明是绝对待的。但你的绝对待要在哪里证得那个绝对待？那个绝对待是他能明白一切对待处，你才能够体会那个绝对待的清净。这只是突然把话讲到这里。我要讲的是，你真的明白对待时，假如你的感觉都是像过去一样，你看破都是在对待上的，对待是根本不知道对待的。既然不知道对待，你当初是怎么能够流转的？假如既然是对待，对待就是就你就是能看破，就在心理学中还都要讲到佛法。假如你真正有一个对待说看破，事实上你会发现你在潜意识中还在对待。你将来势必还要再受他的势力流转。所以佛门中所谓的看破是照见他本来面目。就好像镜色他一直迷惑你，他起身种种幻觉，起身种种势力，让你躲在那种 幻想之中，受尽种种烦恼。你只要知道镜色是镜子所造的，你只要知道镜色原来都是镜体的清明，你要根本看透它的本来面目，自然净色的一切幻觉全消。你要是能够在一切感受、一切对待、过去你认为放不下的所有的一切执受之中，你都能够慢慢体会，其实它都是觉心所现。既然是觉心所现的，你为什么还堕在感受之中的末梢桌子感受，以为是真实呢？因为觉心所现的觉心就不是如是法。就好像镜子所现的镜子就不是青不是黄不是赤不是白，因为镜子不是青黄赤白，它才能够现出青黄赤白。反过来再说，因为它是觉心所现的，所以青黄赤白它一定是什么随缘变化的。因为都是觉心所现，觉心不是青黄赤白，它为你现出青黄赤白时，它一定是法法不住的。因为能现的根本不是依法，所以它不过随缘现出。当你知道随缘现出，你就一定会知道法法不住。所以这个人自然就在烦恼上面，他只要但能够知道觉心所现，慢慢觉心所现的这几个字的音声在他心中能够响起，他就自然就知道那现前的感受是根本不住的。只要他心中能够明了一点不住，
过去的烦恼的势力再强，他都能够慢慢慢慢能够回头。一个人躲在那种烦恼之中，他起身的种种的身心的变化，说是或者是这个忧郁，或者是躁郁，这些病况都能够改善。只要他心里面的认知、思维的角度跟他现在内心之中的音声不同，他现在世间的种种的病相都能够改善了。所以你就知道但要思维这个决心的功德不可思议。所以那才是真正的如是我闻，那才是真正在大方广佛华严上闻。大方广大就告诉你，大字是无形的，所以古人讲大，大者无形，你不可以拿形来量它，那是大。你随举一个大的像，那都叫小，因为什么？因为有量故。大是无量的，不可以形量，不可以量量，那就是大。所以既然是大，所以它才能够摄现，它能够示现所有一切，叫做方。它不但能够示现一切，而且你在一切法中，你也都知道，就是尘，就是从尘此性中的大相之中所起的，所以它也是一切现前的一切法的根本，那也叫做方。方者法也，就叫做方。所以你当你不知道它的根本时，你在世间法中连法都不清楚。就好像你在镜子之前，你要不知道镜色的根本时，你在镜色当前的业力你根本搞不清楚，你只能随镜色受它的势力流转而已。当你明白镜色的根本，它就是镜体所现，不过它就是缘起的影像时，纵然镜色现在你眼前是庞然的怪物的形状，你都能够解释什么缘故会现如此形状，什么光影现前故，什么缘故对应故会现出种种错觉的感觉，你都能够明白。所以你不但能够知道现前是错觉，现前是光影，你还知道什么因缘故它能够现如实相，所以你才能够明白法的。所以你能够体会到那个觉体的那个根本大。为什么觉体大？因为一切觉都是觉心现故嘛，你没有一念是离开觉心的，都一定是觉心现的。既然都是觉心现的，你就知道这个决心它一定不属于你现在任何的感觉，它能够随缘现出感觉处，它就是不属于哪一个感觉的根本清净处。这是汉传佛教最深的逻辑，因为它能够现进一切变化处，所以你就不能够随便索取它是哪一个变化。因为它能够现进一切万法处，所以它就不是你现在所目所看到的任何一法。虽然讲不是，但是这个不是是从哪里说？这个不是是从你必定能现、必定能随缘上说，因为它随缘能随缘现故，所以它就那个一定能，一定它超越一切。所以当你能够明白这个时，你自然会在现在的不管烦恼的大痛苦里面，你都会知道就是决心所现嘛。纵然我们还没有那个智慧，还没有那种力量，但因为你明白是决心所现，所以你就会相信，既然是决心随缘现的，现在再深的烦恼，它总有一个什么？总有一个末了时，它总有一个将来转变处。因为决心永远不可能只是在一种感觉里，而且决心所现的感觉之中，因为决心非种种感觉。决心在随缘现出种种感觉时，感觉之中就起成种种感觉中的作用，感觉的作用就有什么？就有从淡转浓，从浓转淡，那就是觉。为什么决心可以从淡转成浓？因为决心它非种种法处，它必定能随缘现种种法故，所以从淡转浓。决心为什么能够在感受之中可以从浓转淡？因为它根本正在现出种种法的炽盛时，它也是根本非种种法的清明，所以它自然就能够从浓转淡。所以当你明白这个道理时，你根本不必再期望什么时候能够走出烦恼，你只要念念知道，念念之间知道这些烦恼自然它在决心之中，它自然就会退散，你这个人自然现前就不会被现在的烦恼势力所去欺蒙，
纵然烦恼现在眼前，你已经不被烦恼的相状所蒙骗，你已经是什么？你已经走脱一般了。因为你知道不被他蒙骗，也叫做不受。假如过去你在烦恼之中，一直在那边讲说要怎么样走出烦恼，当你正在去心中想要渴望走出烦恼时，这一念渴望就是你正在受如是烦恼。既然是正在受如是烦恼，受如是业，你想走出也绝无可能。所以都是在这个大方广，佛就是大觉体。你能够明白这个道理时，为什么讲到华严？过去在一切刚刚是讲到烦恼的现前处，你要知道是觉，那烦恼的势力都会减轻。就好像在净色的势力之中，你要知道是镜子，净色的幻觉就能够回头，马上回收。当你能够回收当下，那不过就是你只是知道净体，知道觉体而已。当你真正知道觉体时，他才能够再回头去看清楚过去什么因缘故起成如是的感觉，过去什么因缘故变化成如是的造作，他才能够明白。就好像在净色之前，你过去受净色的迷惑，那当然你在净色迷惑之中，你不但失去了净色，也当然去迷，也根本不会了解什么是镜子。当你在净色当下，你能担当的是镜子时，你突然能够走出净色的势力，住在镜子的清明。可是你永远不要怀疑，就在这个清明那一刹那之中，马上就是你站在净体上，能够回光一切过去为什么所现一切净色的智慧中。这个法门就叫做道家慈航，回入娑婆。你只要真正看到净体，净体当下就能够为你呈现。过去在色中你可能忘了净，将来你证得净体时，它当下就是照色之时。这里面讲的这种作用，就是讲到什么大圣直下的担当，那个心底之中根本决心之中的根本的黎明。那不是我们现在只是在一般的感受、一般的听闻中，只是找到好像先要只要找到一个心中的清净，避开种种烦恼，只要寻求一种清心自在的感觉，那都是妄想。你看不到本体的面目，你再追逐那种感觉，都是在头上安头，在净色之中安立第二个名目的净色而已。所以当你能够知道这个决心时，你不但能够走出烦恼的势力，你还能够明辨一切世间众生、一切世间法中的智慧，那当然叫做华严，那也叫做庄严。所以华者叫开发，严者叫安住。所以你能够明白那个佛那个大觉体中的根本作用。当然讲到这个佛性，那不是这样三言两语都能够为大家解释清楚，但是跟现在大家有关系的就是现在感受的世间感受嘛，最浓厚处，所以我才方便用种种走出烦恼的这个角度让你去思维觉心的作用，让你再重新体会一下觉心的声音。当你能够心中有一念，你愿意把决心的思维、决心的这种声音放在心里，这样子思维时，你就已经不是用到过去凡夫在平常用心的这种用度了，你是真正已经用到解脱门中、解脱道中的那种思维了，那种直下照见根本的作用了。那当然叫做如是我闻，那当然才是这是如是我闻。所以真的在将来再有烦恼时，你应该在佛前怎么样忏悔？你应该在佛前忏悔，弟子当然现在所起的烦恼都是过去种种恶业所造所成就的，所以我今天在这个烦恼上面，我不但不能够为这个烦恼的势力逼迫使弟子失去智慧，我更不能够在这个烦恼上面不断再造作心境，再追逐造作下一念的烦恼。那如何要真正守住这一念心，不再造作，不在烦恼上造作，不再受如是烦恼之中的欺蒙，使心境永远堕在从跳脱烦恼这些委屈相中，又堕在另一个险难深坑中？前面的声音已经有了，已经明白了，所以下面的行为你就会持诚，你就会在佛前，你就会发愿，愿弟子念念之间面对大觉，希望诸佛菩萨慈悲，因为面对大觉时就是决心以觉应觉处，能够加倍于我，让弟子心中能够赤诚感
恳切，感到到决心。我面对大觉，面对诸佛的这种赤诚，让诸佛的智慧走入弟子心中。你要明白那个以觉应觉的心，就像一个人走进大山，你要拿身心投入大山，希望大山能够活进你身心之中的这种决心，礼拜诸佛，在佛前忏悔。忏悔就是忏过去为什么造如是业，因为背离决心故才造如是业。今天我既然碰到如是烦恼，我就不能够再用背离决心的种种手段说能够断尽烦恼，我当然是念念在佛前忏悔，那才是真断烦恼处。或许有的人听不懂师父现在讲的东西，但是你只要从今天开始重新发愿，不再用世间那种知见，哎呀有烦恼了，怎么样帮助我走出这个烦恼了，你就是抓着这个烦恼的相状，抓住自己面对烦恼的心中的委屈懦弱，想要在佛前断掉烦恼，绝无是处啊！因为真正你要是懂得在佛前忏悔，那就是在你的大觉体上叫做佛前。因为你明白那一念觉体，所以你当然礼敬世间圣贤，出世间的圣贤，礼敬诸佛菩萨种种圣贤的庄严。因为礼敬那个庄严，就告诉自己，弟子已然知道，过去因为不重如是诸佛圣贤的庄严故，过去不用如是心应如是觉故，所以都躲在凡情。所以今天在佛前礼拜，在菩萨像前礼拜，我只礼拜。愿诸佛加倍我，让弟子觉醒早日黎明，念念在我心中，在我心中的明镜当下就有诸佛菩萨的智慧，那这个人自然就能够面对一切烦恼时，他就不是在烦恼的那个气氛去思维的。当他不是在烦恼的气氛当下思维，而且又能够念念之间礼敬诸佛，心中从觉入觉的长养中，他有一分圣人的豁达，他就能够看透一分过去业感的种种虚妄，他自然走出烦恼。过去的业感是从哪里来的？过去的业感就是你背离决心来的嘛。就好像镜子之前，镜子它一定会照色，叫做镜子，不会照色的不叫镜子，叫玻璃。假如我们举玻璃镜为譬喻的话，不会照色叫玻璃，照出色来叫玻璃镜。所以没有照色的时候，那个是器物，叫玻璃，你不能说它是镜子。所以镜子现前处就是见色现前处。所以当你在一切见色现前处你知道是镜子时呢，见色是清明的，不管它照好照坏，照大照小，照恐怖照不恐怖，你都不过就是知道见色嘛而已嘛，它不过就是清明随缘为你现出种种异状的现象来嘛。现出那个异状的现象来，差别的现象只是在帮助你更能够辨析一切世间法而已嘛，因为你知道是镜子。假如你忘记是镜子了，所现的一切镜色它就会唤起种种幻觉，唤起种种势力。它不但它能够唤起幻觉唤起势力，还会牵引你的妄心随着它越走越深沉。净色就是如此，过去你照不照我们所照的业就是如此，因为一被觉体就起成差别的幻觉，因为起成幻觉就是造就种种差别恶业。所以过去古人不但是佛门的祖师诸佛菩萨所说的教理，过去古人老子庄子甚至于儒家孔子一切圣贤，就要告诉你最初的恶心是从哪里来，最初的恶心是背于自信而来。所以那个恶字，我常讲恶字怎么写，恶字从雅，雅州的雅，从心，雅者刺也。什么叫刺？你随缘就起成种种刺心，因为有了刺心以后再抓住刺心根本不认根本，所以从此以后在刺心上面永远流转成种种差别。刺性就是随缘当下，就好像镜子照色，明明镜子照色之时它就是镜体的一心而已，就是镜子现色的一心，可是你却镜子照色之时你只认镜色，就变成了刺性。既然变成了刺性，你就只能受刺性变化势力的牵引。
我们现在感觉的时间，不要说我们刚刚讲的烦恼，你感觉的时间，感觉的家庭，你将来慢慢心静下来的时候，仔细思维，都是在感觉这个变化之中，不断的攀援现前的气氛所形成的吗？因为每个人都在攀援现前的气氛，从气氛之中在滚大家彼此的气氛，所以就会有这种家居的状态，是好是坏，是恩爱是不恩爱，种种逆境现前吗？但在这些种种差别的逆境之中，但要你有一个人，你家里面只有一个人都知道，原来这些差别的逆境，不要讲别人的心中的差别，就看自己当前心中所攀援追逐那些差别，其实哪个不是根本决心？你能看到一切差别处，你能体会到根本的清明那个一当下，你已经走出差别的势力了。当你能够走出自己心中的差别的感觉、差别的势力时，你突然将来有一天你会发现，你心中的福德跟智慧，什么是福？不堕在妄想就是福。那个福德跟智慧啊，他自然就能够帮助家里面其他的亲缘眷属。当他们看到你时，自然放下妄心了。或许他们还放下不了，体会不了决心，放下不了真正的这种业感的虚妄。但是他在你面前时，他看到你时，他能够放下那种虚妄上面再加深的势力感觉，他能够那种势力的感觉能够放下。就好像心里面是善人，心若是善人，心如大山时，你走到恶人堆里，恶人虽然还没向善，可是心里看到你时，心已经愿意放下恶念了。他那一时的那种感动触动，恶念放下了，将来你走开处，可能他马上恶念又现前，可是他看到你时，他恶念不能够兴起，那是福德。所以你家中的逆境，你若是不在根本道上去解决，你也转不了家里面任何的亲缘的，你转不了任何家里面种种的业感变化，你都是躲在感受之中，暧昧了自己的觉体，然后感受上面不断加深感受，加深势力，你自己赋予感受种种生命，然后拿自己的感受去解读家人的感受，拿自己的感受去期许家人为你变化，其实你永远都活在你的感受里，你永远没有办法跳出你的感受，因为你就执着这个感受，你也不愿意，你也不允许你任何的亲人破坏一点你的感受，其实每一个人都变成非常自私了。可是却在这种自私的这种执着之中，我们却还大言不惭，常常会忘说，你知道吗？我是爱你的，我是希望你好的。所以在这个上面为什么会亲冤呢？会就在一起，因为大家都在逼迫感觉，你只要是躲在感觉之中，你现在去思维，你都知道，那你都能够感受到，你心中越离开清净心中的那种幻理跟势力。这世间中真正的善法没有二法，他能够清楚觉心的作用时，自然他就能够在一切感受之中，他不随现在感觉的流转的势力，这个人就叫清净。为什么？因为你将来就会慢慢发现，当然现在跟你说你可能体会不出来，真正在觉心上面，只要有那一念不随感觉的势力流转，你马上就能够看到一点根本觉心的光明。就类似在净色之前，你只要有一点不再随净色流转处，你马上看到的就是什么？就是净体的光明了。那马上是绝对即刻当下你就看到的，只是现在跟你讲说你会看到净体的光明，你根本心中连体会都还不能，所以师父也只能告诉你说，你会慢慢放下自己的感觉的势力而已。所以在这个上面，你要是真正在这个刚刚讲的这些譬喻之中，你要是稍微有一点体会，你当然将来心中熟，心中若是念念之间观想心中啊那种气氛跟智慧熟念之时，你就能够体会，你不但你是这样子在思维觉体的，你也知道那个觉体现前处永远不会离开什么意识，永远都在意识中。他从来没有二识，
绝在现黑现白，从无二时；绝在现好现坏，从无二时。它在印量当前就叫做时，时者从日从四，日者表照，四者在治理。过去这个四就是时间官府治理民间的地方，所以这个四也表示你心中能够治理种种万虑、种种思维的地方，叫做时。所以在密教才有叫时轮金刚法，是让你看到根本你感受到的一切时，一切因缘现前处叫做时。你感觉到任何的时量现前处，其实就是心中能够现出一切时的实相。没有心里面它能够现一切因缘的实量，哪能够有随缘所现的差别实量？那叫意识。佛永远都在这意识中，不是释迦牟尼佛永远在这意识中，你心底那念决心也永远都在那意识里啊！你要是能够观出你心中的决心就在那意识里啊，那是真供养释迦，那是真供养十方诸佛，那叫真报佛恩。所以佛示现在世间的目的是让你心中长养跟他一样的智慧了。圣人现前教化一切众生的目的是要你知道，你原来你自己心头，你自家心头之中，你本来早具如是圣贤的作用啊，你只是不认而已嘛。所以儒家也讲，人生而敬天之性也，人生下来的时候那个根本的自信、根本的作用是安静的静的。你说它是黑吗？不是吗？你说它是白吗？不是吗？你说它是大吗？不是吗？你说它是小？不是。你说它是喜？不是。你说它是怒？不是。这一念性从来不是喜怒哀乐。假如它是是，你说这个自信是喜，你就只知道喜吗？你生下来就知道是喜？你只知道喜，你根本不能知道怒，因为你只是喜嘛。你不知道那怒，你根本感觉叫断灭吧。你永远活在喜中，那你也不会知道喜啊，因为你没有分别。所以那个念心是致敬的，所以它必定那叫天之性也，天性就是如此。什么叫天？一大，它从来是一，从来不是二啊。因为不是二故，所以它处处为你现前，现前随它能够成就一切因缘，叫做大。所以一大为天啊。所以过去古人讲的天，不是我们现在众生执着的天上那种虚妄的那种怪力。过去连儒家讲天，天人合一，是告诉你自性之中本具的天德天性啊，那个一大的天性。什么叫本具？因为现在你一切的感受种种差别，你为什么会感觉到你的感觉之中多彩多姿、千变万化？你知道吗？因为你那个根本的清明的自性从来是一，从来不二。因为它不二，所以它才能够为你现尽一切二。反过来说，逻辑上，因为它能够为你现尽一切二，所以它从来不二。这是汉传佛教的逻辑啊。所以儒家也讲这个天性本来是静的，所以它只是感悟而动。感悟你以为它有动，就像镜子，感悟你以为镜子变化成黑变化成白，镜子真的若是有变，它就不能再变。既然叫做变，我说的有变不能再变是众生过去的思维认为它真的叫做变。假如有众生的思维那种变，它就不能再变，它已经是黑了，它就不能再变。假如说它你变了黑，它又能变白，你说它变它又能变白，它到底变了没变？它你也只能说是相变嘛，它根本体质不会变，所以它才能够变白。所以连你用众生的语言都讲不出个所以然来，所以才会真正叫做什么？不变随缘，随缘不变。因为不变，所以它才能够应万变。决心就是如此啊。所以决心从来没有二时啊，就在意识中。如是我闻意识，那念觉体叫做佛，佛在。因为念念之间都不会离开觉的。你能够找到有一念离开觉的吗？你跟老衲说说。你说法师，我真的看到有一念不是觉。既然有一念不是觉，你怎么知道有那一念的？不就还在觉里的吗？早上起来眼睛见色，耳朵闻声，
不是觉吗？觉得饿了，不是觉吗？觉得好，不是觉吗？觉得冷，不是觉吗？觉得热，不是觉吗？觉得喜怒哀乐，哪个不是觉？你能够有一天离开过觉的吗？没有吗？因为你没有一天，没有一刹那之中能够离开过觉，所以觉才能够为你献尽一切感觉。因为它能够为你献尽一切感觉，所以你才会感受到生命盎然嘛，生气盎然，不是吗？假如觉只是一种感觉，你连生命跟生气都没有了。而且觉一定是什么相？觉一定是刹那刹那在变化的，它一定是刹那刹那变化。因为刹那刹那变化，所以你才会感觉，在感觉之中，才会感觉之中，才在生生不息嘛。假如一个感觉定格五秒钟，定格五秒钟，那就叫断灭，那叫定格，那是傻子。所以你为什么会觉得人生这样的生命盎然，是因为你根本那个一体心中的那个觉性永远就在那一时，而且念念之间常住你自心，叫做一时佛在。所以那个在字是根本常住，所以你没有一念你能够感找得到你离开过觉的。但是却我们因为凡夫都堕在感觉之中，虽然天天活在觉海之中啊，你都不认那是觉，你只认感觉。可是仔细思维，感觉又刹那刹那在变化，刹那刹那瞬间你又抓它不得，抓它不到，你到底是哪一个？仔细思维，你会发现感觉虚妄了。你但要有这种声音在心中啊，这种人说就算今生不能成圣，那已经不会被现在，他已经不甘心现在的烦恼再来欺骗他了。所以这一定是一时佛在，在哪里？在摩揭提国，摩揭提无害，就在大觉心体的无害这个智慧领域里，智慧领域就叫国度，摩揭提无害。为什么讲无害？因为它能够起成一切法故，所以无害。因为它必定能随缘故，觉与能觉跟所觉不会断灭，无害。在一切所觉之中，彼此之间都认为他都平等对待，所以无害。所以在感受之中，虽然有大有小，有好有坏，似乎感觉到彼此的凌夺，感觉上彼此的差别，但是你要知道，能现如此差别的还是大觉，根本无害。觉在现一切觉相时，觉相似乎有种种变化，变化是缘起，但是变化是缘起，当下其实都是觉体所现，所以在觉体的觉智上面从来无害。那无害之中为什么会起成种种对待，会起成种种凌夺呢？因为无害之中起成对待，起成凌夺，你才能够知道觉心的种种差别中的智慧。因为你知道觉心中的种种差别的智慧，你的觉性才永远保持灵敏。所以从一个感觉到下一个感觉，它永远都是活在里面。纵然我们是凡夫，体会不出那个灵敏，但你也没有一秒钟曾经离开过或失去过那一念灵敏。纵然有的人逼迫他的妄心恶念，逼使自己的现在的身体都已经变成了病态，变成了种种愚痴，或变成了种种精神上的种种毛病，躲在那个感觉里，他不过只是眼前的成像之中抓着某一种刚强的感觉，你以为是精神病，可是在他心底深处能现出如是抓持的，能现出如是精神刚强的那个觉，永远都还是清明，他不认而已。所以佛门中有个叫周利潘特且尊者，你刚开始叫做愚痴白痴，他后来怎么样走出白痴？正到这念心，觉得白痴，觉得愚痴，那个觉从来不是痴。就好像眼睛之前你挡一块板子，你一直不愿意把这个板子拿掉，你一直告诉自己我看不出去，看不出去，看不出去，对吧？你看不出去，是因为现在你故意用种种业障遮蔽你的眼光，目光看不出去。
但是你不知道，你在看不出去时，谁知道看不出去？你明明白白知道看不出去的那个看不出去那个觉，还不是让你看出去了吗？看到哪里？看到你看不出去，就是看出去了。眼光是如此，心光也是如此。所以有的时候家里面有些亲缘，或许在精神上或者在心灵上受到什么创伤。然后假如我们只是躲在世间法中，哎呀好可怜啊，我也觉得你这是病啊，带你去看病啊，常常带你去哪一些怪力乱神神庙上面祈求啦，希望哪一个鬼神能够拔济你一下，你这个不是救他。在你的神所有的一切行为当下，你已经在潜在意识里传递这个病人，告诉他你的病是真实，你的病是可怕，你在传达这个。神观啊，那些庙宇里面那些怪力乱神神鬼的地方，反而更让这些心灵受伤的众生，心灵受伤的亲缘，他心里更觉恐怖，更堕在幻觉之中。所以真的懂得佛门弟子的话，他发大愿，假如真家里真的有如是的人，他告诉自己了，弟子就要在佛前发大愿，生生世世不再随众生的知见，你们妄想在上面不断的流转，不断现前，我都要念念之间在佛前里体会去忏悔，甚至会看到家里面亲人生病时，都告诉自己，我不能在病态的这种感受强烈的浓烈上面，以为在救济他，反而正加深他第二次的伤害。所以我坚决相信，以心易心，把心静下来，好好为他念佛。虽然也会带他去看病吃药，但我要告诉他，你这是虚妄的，根本你的觉醒之中，你在你的本性之中从来不是这个病，你要相信这个病不过都是一时业感而已。你自己发的愿，讲你的愿力之中若是赤诚实，不要说你跟你家里的亲人讲的这句话他能不能听得懂，你的心中若是福德真正明白时，福德现前处，你家里的亲缘再有病，他都不会现病现在你的目前，因为你有福德不受苦。所以真正要救度众生，救度亲人，要自己建立福德。所以那个福如同大树一般，树荫。所以讲到这里就讲到佛在，这个大觉在不单是站在你的心底深处而已，它还在你现在的一切缘起对待的一切用处，它根本就是在那本来无害的清明之中的作用当下，只是你不会用。为什么不会用？因为我们念念之间是甘心堕在感觉，虽然这一念我在佛前忏悔，下一念有任何感受我直追感受，从来不回光返照，什么是觉？下一年有个恐惧现前，我就直接堕在恐惧之中，我只觉得我恐惧，对吧？他就不会直下忏悔，觉得恐惧的是谁？我念念之间要跟佛、跟一切圣人相应。你就算一个恐惧的念头，你都知道回光，你再把这个回光的念头回向给你周遭的亲缘、一切眷属，让他在。现在虽然你是恐惧念为譬喻做代表，但希望他在任何念头自心所起的念头现前处，他都不随自心念头的势力所流转所牵引，他只要不随自心念头所起之处随他的势力流转，他就将来就能够什么，就能够走出自心啊！自心走出自心，这就是楞严经讲的，他永远没有幻法了。过去我们都是自心之中取自心，哎，妄取自心啊，非幻都成幻法。所以那一定是在摩羯提国，所以那念心在不但摩羯提国，而且还是在阿难若法。阿难若法叫极尽法、极灭法。为什么叫极灭法？这个极灭法不是跟大家讲说那个有一个心体它本来极灭，不是跟你讲说有一个心中的智慧它本来极灭叫极灭。这样讲极灭跟我们根本没有关系，我们是凡夫，凡夫起心动念他随处都是在躁动之中，你若是跟我讲那样的极灭，我什么时候才能证得那个时候的极灭，那到达那种境界的极灭？佛门要是都讲这种法门，那根本救不了一切世间众生。所以佛门告诉你的菩提道场在哪里，菩提阿难若法
法在哪里，极灭法在哪里，就是我刚刚跟你讲的，你从头做观。我们就在那么多的躁动的念头之中，就好像在近色的千变万化里面，你不要离开千变万化，你不要离开你现在的烦恼躁动，你仔细思维，你为什么能够每天二六时中能够在一切躁动的感受之中，你都能够法法能够知道，你为什么都能清楚。当你都能清楚处，你又告诉自己，那我到底是属于哪一个，你将来就会慢慢突然发现，就在每天变化的躁动的这个业感之中，因为它处处在动，因为它处处在变，你根本不必离开那个躁动，你也不必离开那个变，因为你念念之间的观察它为什么，我都能知，而且念念之间都能明白，它既然是躁动，那我又是属于哪一个动。就在这个上面，突然有一天你会发现，你不离开这个躁动，你就会发现它能现出这个躁动的根本心中的寂灭，那是根本的寂灭。什么叫根本寂灭？不是你真的离开躁动的寂灭了，这里面还要再讲清楚，所以要用譬喻做解释。过去你在近色千变万化里，我们只是凡夫的业力，你只能被近色欺蒙，随它流转，它喜你喜，它怒你怒，它恐怖你就受恐怖。将来你知道是镜子时，你就在这个镜色上面体会，它就是镜子。你要走，怎么样走出这些业力？这些业力你只能在镜色上面重新去审视。你要念念之间还是看着镜色，但是你要告诉自己那是镜子，它其实是镜子嘛。我为什么还要在镜子现出镜色时，还要自己随着种种幻觉妄想不断的欺蒙自己呢？你还是看着过去让你流转的镜色。就在这个看着过去让你流转的镜色上，突然有一天，千变万化，过去的一切镜色还在你眼前，可是你居然你能看到镜子在哪里了，晶体在哪里了，你知道那是镜子了。所以当你能够找到镜子时，你需要去避开镜色吗？当然不会避开。你虽然不避开镜色，你还会随镜色流转造作吗？当然不会。所以现在人，有的人从妄想，哎呀，我有正量了，去造作了，我敢作恶了，敢干嘛了？他以为那是正量，那是魔必堕地狱。佛门中讲的那个不用避开，是讲到心中的光明。你看到镜体时，还要避开镜色吗？不必。你要再说避开镜色，我就可以肯定你没有找到镜子。你要真正找到镜子，根本不用避开镜色。但是不避开处，你会随哪一个色再去沉沦吗？不会。还有造作吗？不会。那叫清明。所以就在这个上面，你能够明白一切处，你根本就不随它流转处，才叫做阿难若法，叫寂灭法，那是大寂灭。为什么叫大寂灭？因为一切法不可得故，大寂灭。假如说你是跟躁动，跟它超越躁动，跟它隔越，不同于躁动之后找到一个寂灭，这个寂灭就是有一个寂灭法可得，因为这个寂灭法已经不同于过去的躁动，这个叫做有可得，你就住在有可得之中，都不叫真寂灭法。真寂灭法不可得，不可得中，所以它现前处还是过去的躁动，没有离开，但是在过去的躁动里面看到它的本来面目，所以它根本不住，叫寂灭，那是真寂灭。现在我讲的这个都不是什么，都不是讲跟你没有关系的，我讲的这个是根本就是在告诉你，你天天在用，你心就是这样子。假如要是一般的讲经，讲了半天，你搞不好只是认为师父在讲诸佛功德，跟你没关系。我现在告诉你的是，你天天你本来的面目，所以那叫阿难若法，菩提场中。你要是真正看到那个念心，所以刚刚讲的它是寂灭，既然在灭处，所以它当然能担当一切感受嘛。他当然能够从头回审视一切感觉嘛。过去你看到镜色就被镜色流转，将来有一个智慧的人告诉你，干嘛会怎么为什么会被镜色流转呢？怎么这么愚痴呢？镜色流现前处其实就是镜子镜光而已嘛，你干嘛随他起身种种妄执呢？所以这个人就用尽心中的
勤苦用尽种种劳苦，终于就在他让他流转的这样的深厚的净色的视力里面突然找到净体了。当他真正体会到了净体，从头再看那个净色时，他才发现过去是怎么流转的，才就知道过去是愚痴，过去真正叫做痴嘛。但是随他现在知道过去叫做痴时，他不是从此以后不知道净色了，他反而更明白一切净色，他更能够担当一切净色。觉心也是，将来你要是真正到了觉体时，一切世间法，喜来之喜，怒来之怒，一法不变，过去是怎么样的因缘，现在还是一法不变。就像你找到镜子时，镜子一样照黑照白照大照小不变，但是刚刚讲过不变之中你不是随它流转的，但是你因为不随它流转，所以你才会知道照黑之时什么因缘故叫黑，照黑之时黑是什么样的势力，所以你才能够明白一切法，它能够深入一切法，它能够达一切法原底，叫菩提常住。光这句话，今天时间差不多快四点半，这个叫做华严，这叫佛华严。光这句话若是听得懂，你将来在每一个文字之中，就不是追逐过去我们那种虚妄的那种攀缘的怪力，讲到什么样的世主妙言的种种手势和主灵神主山神，你还在找他方世界的神明。你真知道这一念心时，你当然就可以看到念念之间在心底之中所积聚的一切应对现前的，那叫世主嘛。因为应对当下就是面对世间处，因为你知道念念心了，你看的还是现在所起的每个念头，因为你看到是现在所起的每个念头，当然你就应对的种种的智慧现前，那叫世主妙言。所以你心中自然就有一种力量，他念念之间为你主心中的智慧念念高远，念念高超于世间主山神，你看到神作神用现前，那是智慧的神用。你就会发现你有一念心，就在每一个念头起处，它能够在你的星辰里面为你四方严守，再也不会随着感受流浪于外。它在一切感受之中不但不随它流浪，而且还会知道它根本就是星辰之中所有的一切的根本作用主辰神。你会发现有一念心中，它自然会起成一种担当，它能够包容一切感觉，它在包容一切感觉里，他再也不是过去在感觉中的流浪，他不但不是感觉中的流浪，他能够体会觉心之中他本来就能够一体包容的种种的心中的这种融入这种心中的这种担当主海神识。有一念智慧，他就在大明白大觉体时，他就会看到他们过去的每一个烦恼还处处现前呢，随缘都能现前。可是每一个烦恼每一个念头现前处，它再也不是过去的业力，不但不是过去的业力，它还知道摄一切的念头起处，它知道原来过去是怎么样流转的，过去什么样因缘故我忘记了这决心，所以会躲在念头上被念头的种种幻觉又唤起，以为我就是如此，我就是这样，这个世间就是如此，这个世间就是这样被它流转。那个叫主灵神，那个灵就是念头的灵力处。你能明白前面这句话，从如是我闻到阿难若法菩提掌中始成正觉，那就是一切功德现前处，一切入世的作用，一切最初一个凡夫向道时，在世间的一切念头，你会发现他就找到什么？找到他心中的根本的目标，找到他心中根本的主宰，那叫世主妙言。所以不懂佛华言，你还找不到心，不懂世主妙言，你还不知道如何安立庄严啊！今天先讲到这里啊，大众合掌，愿以此功德，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普及于一切，弟子与众生，弟子与众生，皆共成佛道，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